Reszta! Tacza mama wulajwa sumariensz. Udam hagwan. U mama władzia braszta. O? U udam zazdarła malsz nugwar paszka. 这哦，我还以为这家伙不眨眼睛的，好恐怖那眼睛。践踏乌当哦，他叫我骑长毛象哎。拯救长毛象，骑乘野兽，需要有长毛象技能解开。哎，这个任务有没有？不是啊，我技能有没有？有吧？我会骑了嘛？是不是？六点。哦，有啦，我已经解开了。然后血量增加一下。大家好，上。妈妈负担沙斯达瓦萨瓜什，沙斯达瓦古伊扎道上。践踏乌当。这个游戏中的长矛还是钝器威力比较大，哪一种比较大？还是说都一样啊？实际上，反正你只要敲到头，对方一定要死就对了。哇，这边那么多人啊！骑上长毛象，我可以把人当玩具打出去，有趣有趣。他会用 鼻子把它卷起来，然后把它丢出去。飞走了，我靠，飞好远。这不是都破坏完啊？下面啊，骑乘长毛象找到他的伙伴，小象邦邦要回家了，要帮他找妈妈。这种高度跳不下去，他没办法像剑齿虎一样那么灵敏。下来，不害妈妈。哎，成功了，帅，爽！人类在长毛象面前就好像蚂蚁一样，都被踩死，力量太大了。成功了，不用回任务嘛？上次就讲过了，任务完成就完成了。不用再特别的在那边找战士回报。长毛象不能收服，你骑回家它就那样而已。难不成还要像 GTA 5一样，你要开回家停着吗？有停车场之类这样？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这样子，想说把它骑回家这样放着，然后下次就可以继续骑出去。可是这个游戏快速旅行最方便了，你要在那边骑来骑去，烦不烦呢？我说对不对？订阅没声音，哎，等一下我拍啊！谁订阅啊？不管。Tishayo Gasori Ha Aya Bat。没有人订阅啊？哦，有 Hello Kitty， 哦，谢谢你的订阅。哎呦，又要我喝这个东西了。
这次还加料了，花枝丸。原始花枝丸，好吃。Johnson， 谢谢订阅。把先自己出去可以吧？可以啊，你自己试看看啦、啊，好吧？又嗑药了，这什么地方啊？找出石头女雕像。哇，这不能拿武器，也不能用视野。麦克巴，这不是敌人的老大吗？麦克巴，啊！麦卡巴，这是，哇，哇，哇，这个武器好棒！我在游戏中没有吗？我现在是谁啊？我怎么变得好像战神一样啊？重装兵也他妈太耐打了吧！我觉得萨满每次给我的幻觉都超刺激、超有趣的。要是每一代发块都有的元素，也蛮有趣的。按住 L2 投掷棍棒，靠背。哦，无限的，帅帅帅！这边怎么不能补血啊？他自己会补。变野蛮人，哈哈，直补。
纸斧威力比较高哎、欸。有趣。砰砰砰砰砰砰！特朗德的觉醒已完成。上满任务基本上应该都是嗑药，前往一些自己脑袋中的一些奇怪区域，有点算是开天眼之类的吧？是不是？Wife 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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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Udam Shashquan is luck. 石头女的她那个形象现实世界中有哎、欸、就是形容女生的身体类似女神的雕像之类的一个祭拜的宗教仪式存在吧一个信仰有人说乌丹为什么要怎么样杀人哦大树要塞，等一下，我看一下。乌丹为什么要抢地盘？他们是食人族啊！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为了食物，为了抵抗其他的敌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家一样啊！这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道理啊！我们这边的势力跟他那边的势力，他不来杀我们，我们也会去杀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树要塞，哇，这边有点远呢、欸。没中。这可以打坏。谁订阅了？我刚好像打自己人了。Noah 什么的，谢谢订阅。重装兵可以一次打死。而且治疗怎么是我啊？不是说长毛象会先长吗？这些野人也蛮聪明的嘛，干，知道先打上面那个人。Oh!
然后我就在上面一直折手指就好了啊，我根本没时间射箭，好不好？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射箭攻击。跑三小，跑三小，干！重装兵在长矛象面前也一样死，都是一起必杀。成功了，成功了！哇，好贱啊，这个组合。然后他们的 boss 那个什么达人怎么不见了？还是这边就没有 boss 了？还是已经被我干掉了？我都不知道啊，直接秒了。有动画，有动画。我只要在上面一直补血，然后骑着长矛象一直咬就好了，超方便。这是他们 boss 吧？啊！就刚刚那一只，真的假的 ？boss 飞了，飞掉了其中一个。哎，对啊，对啊。好的，马尔夏萨尔，国王，乌达哈，马尔夏萨尔，他就是打了靠飞，国王 ，boss。还可以招募他。抓了老大。奇怪，他们的 boss 都没有女人吗？我可以不要抓，都抓男的吗？抓回来了，耶、这是什么烂监牢啊？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干你在讲，好小。那以前的原始人，那胃口真大哎、欸，干这就是你的，你的还长胡子。成功了，成功了！他就一直关在这边哦。乌当的达加入了，我觉得有东西可以做了哦。这里就代表哦，这边还就等一下还会占领艾吉拉要塞，可以解开哦。原来这就是抓敌人的好处啊！这会不会痛啊？说真的，这根本不会痛嘛！那吐他身上，他不流血的啊！打头嘞！靠背，他头打不到、啊，打头也不会痛啊！连发哦！你不转不会有伤害，零伤害，这打根本打不死。绝对打不死，200%打不死。呼，乌达姆三十塔。我们刚俘虏来的家伙嘞？夸大
Dam. Palhu winja, guana. Ma, mash, damsham, udam guar barta. 我就说嘛，这个女的就是纯粹想杀人而已。干，游戏刚开始我就知道了。We do. Winja udam barash. Hi. Maskadash. 疯女人，从史前时代开始，女人就是这样。烦死了！我要看他，我要看他被处决哦。开 party 了，哦，有点远。婊子不分时间，不分年代，什么什么时间都有，什么时候都有，婊子。到处都是婊子，好远哦！这条路，他说要把这个乌当人淹死，还要费那么大的劲把他带到了300公里外的什么瀑布，这样吗？杀一个人还要开那么大的 party？ 乌当，苏玛丽。去解救他，好啊！他怎么趴在那边啊？乌扎巴呢？我得上去了。啊！我得哦耶！喂！事情太危险了，好像有东西可以捡了，是鱼是不是啊？上面那个漏水怎么挡啊？有过头啊！快点啊，淹死了！他们这样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叛徒啊？因为我帮助乌当人啊。乌当塞尔维塔，快问他。Winjai, da barom. Sa krauhadan da winjai, da iskwati balhasa. Da, Mari, kwai da swadam Mari. Saja swadam kwaifa. 好像一见钟情一样，一直盯着我。Gastia, Manchasar.而且我觉得乌当人其实长得很像猩猩。
我们温家人长得就像现代的人类一样。所以说，帅哥统治世界，帅哥美女才是世界的霸主，肥宅丑男丑女都要被淘汰掉。这样，原始时代就告诉我们了，太可怕了。阿金被淘汰了，对啊，没办法，吴英哲长太丑。